Dash 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，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耶耶！我们今天来到这是哪里？你知道看过去是那个玉龙城，玉龙城的对面也是玉龙，这是车子的啊。玉龙城是什么啊？我比较好奇啊，白公司哦。你不知道？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哎，那是什么？百货公司是什么？还是玉龙城是什么？玉龙城是什么？那就玉龙的旗下的百货公司啊。卖车的吗？百货啊，就是就像百货公司，还是汽车百货？还是哦，搜狗啊！你说搜狗我就知道了，我以为是卖汽车百货，我真的没进去过啊。好啊，在这里干嘛？老板有交代我们一个任务，来这里。没错，身后这一间。没错，这是。哎，新店的展示中心嘛，玉龙展示中心。对，要干嘛？买一台新车。买一台新车。对，现在比较新的是什么？最新的我猜猜看，叉锤。叉锤。Kiss。Kiss。仙草已经买过了。仙草买过就不会买。Kiss 我们也买了旧款的，买很多台了，新款的没有了。叉锤是什么？叉锤你猜。Kiss 啊，还是 Kiss 嘛。我都念叉锤啊，比较好记啊，比较记得比较深刻嘛。不然什么？好啦，叉锤哦啦，今天要来看，要来看叉锤。对，叉锤，叉锤什么啦？对啊，老板有交给我三个隐藏的任务，就是要叫我做一些那个打扰别人的事情，然后跟我要我们业务的 IG 啊。哦 ，IG 就简单嘛 ，IG 比较简单，就好像拿名片出来那个比较简单。對對對對这个我来就好了，就简单的我来。看你啊，进去要找个女的。找个男的 IG 谁要啊？这个才是重点吧。对啦，厂长，我认你的 IG， 没人要加啊？你要加厂长的 IG 吗？我会加啊，你们这样讲。哦，你会加啊？专业信息我可以问他啊，对不对？不需要了啊。对啊，你专业啊，不是啊，不需要。啊，再来第二嘞，我们要请他拍三连拍，好，那种啊，这个也是要找女生吧？你找个不管是经理这边，你要看吗？对，有人要看呢，啊，比较少。泰山会看，泰山会看啊。你这样讲哈，泰山好像也会看。对啊，泰山说应该哦。好，那你三连拍你自己找，那我就不参与了。然后我们要请他跟我们一起拍个抖音啊。没有，还有你科目三，还有你，我怎么跳？对，好啦，那我们先进去找我们的业务吧。好，进去，走 ，Go Go Go。耶，到里面了。对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看过去有没有？就是挑一个最漂亮的，没错吧？哇，真的，因为只有我一个女生。哦，真的，因为上次我们找了男的啊，被嫌了。我们这次不管怎样，一定要找个女的。哦，真的。对，这位是静怡。静怡，大家好。这一台最大的亮点呢，就是这一次有提升我们的三大新科技，两大新亮点。三大新科技中的第一个科技就是我们的 VC Turbo 可变压缩比的引擎。那它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在我们低速的时候非常省油，高速的时候给你榨出比较大批的马力。在第二个新科技就是我们的 Propeller 自行的系统，它除了导入我们的车道之中之外呢，我们还会有一个前方超视距防追撞的系统。对，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它还有一个 AI 的一个功能，就是如果说今天旁边有个大车，它会自动帮你就是稍微往左边切一点点，对，然后防止跟我们大车太靠近。太靠近。对，因为有时候大车开在旁边，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。然后再来是我们两大的新亮点的话，它主要就是以我们的内装的部分。那这一次内装我们结合了12寸的一个仪表板，然后跟我们中间的12寸 X Media 智慧多媒体影音系统，对，那同时也导入了我们一个10寸的一个抬头显示器，对，它是做曲面式的。那简单来说，它就是只有驾驶座才看得到这个，大家只要余光瞄一下就好，它就可以非常的安全去驾驶这台车。那这台车总共分三个等级，那目前展示车是放122.9万的那个规格，了解，是最高的吗？最顶规的，最顶规的。那有一个是150几的，那个是什么？哦，那个是 e-power， 那个是电的。对，那它是纯电行驶的一台车。啊、对对对，像这一台车，它主要还是以油做驱动，它电拿来做辅助。那 e-power 的部分，它是纯电行驶，你开的对开的时候都是用电。电。对，它油只是拿来做一个充发电。它这一次外观，它头灯的部分呢、啊，它是采用一个分离式的头灯。如果说对向车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比较不会照射到我们对方的眼睛。然后它前后都是做 LED 的灯，然后下面是做雾灯。那这一次这个月比较特别，它是如果说有下定名牌的话，我们还有升级我们下方这个空力套件，就是这一组嘛，哈。对，前后保杆啊，跟我们侧裙的部分，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侧裙两边，对，它是直接做升级，不用另外加价。那再来是外观部分，还有。一
个最大特点就是我们七处啊有做一个铝合金的材质，在我们的引擎盖两片叶子板跟四片车门。对，其实基本上这一台车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是采用进口车的材质，跟你国产车的价格。那第三个新科技呢，就是我们的轻油电技术啦。那轻油电技术它简单来说就是起步、加速、爬坡的时候，它会用电的部分去推动你一把，就有点类似像是我们在骑电辅助的脚踏车一样，你一样要用脚踩，但是它的电它推你一把。哦，我们这台车就类似这个概念。是。对对对对对。那它的轮圈的话是18寸。18寸。对。是。这个规格才配18寸还是？全车系都是18寸。全车系都18寸。对。还有进口。对，这个是360度环境。它有环境。环境的话也是全车系吗？还是只有最高？中规以上。中规以上。这是什么？基本上因为我们家的玻璃啊，前面三片都是做那种双层式的玻璃，是假的，对，所以它隔音效果非常好。那它是防止说我们上来的时候它会往外凸，它就是给你固定的一个架子这样子。Okay. 所以是电尾门吗？没错，它是电尾门。然后基本上，如果说你有钥匙在身上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踢的。哦，到脚踢。对，它是主感应式的。然后基本上它这个部分呢、啊，因为它有人有调过，对，我们可以就是自己调你最喜欢的高度，然后再调一个设定，它就之后就会调到你自己设定的范围。所以它有这个架子，所以它也是有那个客户那个认证。对，它是客户车版本。我们另外也有客车版本啊，就是看客户的需求。对，下面是补胎镜，然后顶规的部分我们还有做一个就是重低音的音响，一整颗在这边。顶规的话是9颗 BOSS 音响。然后现在很流行啊，那种车速有没有？我们的椅子都可以往前倒，然后从这边到那边都是平的。哦，它做全平的。对。对，按一下这边。而且它还有防夹的功能。如果说防夹。对。真的，你要头赶快过去，对。来喽！我要站在这里了。来喽！你说他有防夹？你不要怕，还防夹啦。他有稍微攻击一下才停，他一定要顶到才会停啊。对啊，但是有他要停下来啊。通常都是背啦，背的部分，你直接是头有没有？蛮牺牲的。这个标啊，它是什么年后就会改成这种标？今年的，这是今年新的标。这是新的。然后它是做前后4颗雷达。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，它在比如说 bug 的时候啊，有侦测到行人或立柱，它都会紧急做刹停。哦，当然哦。对，而且它还有 EAPN 油门防误踩。如果说你不小心误踩油门，用力踩下去超过1/2，它都会紧急做刹车。前面也会。前面也会。前面也会。前后都会。那蛮聪明的。对。好，可以打开看内装了。哦。哇塞。OK。好，那像内装的部分，像刚刚有提到，我们顶柜部分有这个抬头显示器，然后中柜的话这边就没有，然后它按键在这边，你可以开跟关，然后我们360度环境，我们按一下那边的 camera。它这边你手动去按的话，它这边是显示前方的画面，然后右边那一个它是显示前后左右的部分，360度环境。对，那你可以再按一下 camera。它显示我们右前方右前轮的画面。对，如果说今天我们走小巷弄的时候，不会去刮到。对对对，就不会去刮到了。然后再按一下，它就会显示前方的画面。然后再按一下，它就会返回我们的主页。那每一次只要打到 R 档的时候，它自己就会跳出来了，我们不用手动去按。然后再来是我们方向盘部分，它是做4项调整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上下前后这样移动。然后顶规的部分，它是两边都是做电动座椅，然后两边呢都会有这个两个记忆模式，对，连副驾也会有，而且副驾它也会有这个中控锁，所以两边都是有 iKey 的功能。然后这一次还导入我们的电子式手刹车跟 Auto Hold 的设计。哦，这边。我们排档是做线传式的，我们下面有一个低模的，它这个是调整我们的模式，它有一般模式、Sport 模式跟 Eco 模式3种。哦哟。对，你可以自己去做调整。这个是我们的跟车系统，对，那跟车系统它非常简单，它就是按一个键，按这个蓝色的键，按一下 Set 就设定好，就开始了，然后它维持车道至中，至中不用特别去压吧。不用，它是开启就有了。对对对对，可以关掉还是说？你可以关掉。对，因为像我们这个啊，有一个方向盘，那它原本身设定的就是我们的转向辅助。那你如果不想要被它就是干扰的话，关掉。对，这边可以用一个关闭在这边。我觉得比较惊讶哦，就是我刚才旁边，它这边有一个置物空间。置物空间，对。对，这个是还蛮不错的一个，特别的。对, 對，这一个。然后你下面就可以放，比如说女生包包，或者是说你卫生纸啊，或者是湿纸巾。下面小巧思，
然后像我们的主机啊，它也有同时连接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的功能。那我们的 Apple CarPlay 它是可以用无线的，哦，它无线。对对对对，那但是 Android Auto 它就必须要接线。哦，嗯，它有盲点吗？它有盲点啊，它有盲点。盲点是在玻璃上面。在我们的后视镜上方。哦，它的盲点在这里。它做三角形的。嗯。我先调一下我的位置，这样才知道后面有多大，因为我喜欢坐低一点，我不要坐那么高。太远了，等一下被人家说你又坐那么后面。我喜欢坐后面，可是因为手不够长，我会把它拉出来。哦，这个就是我需要四项的原因，就是这样，我都会把它拉很长。四项是卖给像你这样的。对对对，假装腿很长的人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，这是我的位置。好，那我们去看后面。哦，坐一下后座。你要看我坐吗？应该不是吧。哎，那你这次给你坐。我坐吗？对，我腿很短哎。这是没关系，我们喜欢看腿短看而已。对。没有人要看我们坐。那真的吗？我这个小短腿没人要看。哦，我看。其实你看哦，你看这样最少两颗以上。拳头，啊，因为它，哎，好像我是在卖车的，因为它的好处是椅子是往内，它有缩进来，所以它空间会觉得更大。它这样都最少三颗。哎，真的耶，三颗。啊，它这个椅子是可以那个。它可以再做调整。嗯。哦啊。然后它还可以前后滑。啊，它后座也有出风口。嗯。这样是最后了。对，现在是最后了，然后你还可以再往前。哦，它可以往前。哎，往前的话，后面的空间是。这样。哎，超级前面哎。对啊。它的椅背应该也可以调整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再往前。可以往前。嗯。我先稍微调一下。哦，这样是比较挺。对，这样比较挺。啊，可以，最长是这样。对。走后皮。是有中央扶手。对，它中央扶手在这边，要拉一下，然后这样子打开来。中央扶手好大一片哦。对啊，很扎实，有没有？它后座的特点，它还有一个我们开门的那个角度啊，这次高达快90度，所以如果说要搬东西上下车是非常方便。哦，对的。嗯，然后我们的车上都是做 one touch 的。我觉得调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后面的空间会变大，如果往前调，后面的空间变大。有时候在那个比较长的东西。对啊。哎呀，这个几颗安全气囊？6颗。它是气帘的吗？嗯，双前座，然后跟两个驾驶座副驾驶的侧边，然后跟气帘这样，帘幕式的。好，我去看一下副驾。好，这个是木纹哦，有点像木纹。S class。它做这个是做双色的哈。嗯，做一个双色。那如果说中规的话，它的门饰板这边呢，它是做一个这里下面这里做一个布料，灰色布料。哦，这是布料。嗯，四片门都是灰色布料。这是皮的嘛？嗯，中规以下。啊，我不会开。啊，对，你不会开，你不要会了。哦，对，我知道。对。这个引擎就算新时代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它这一次它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设计。所以这个吸数是都是1.5的吗？嗯，1.5。就没有以前的那种2.0跟2.5了。嗯，对啊，这一次都吸数都把它降低。其实降低有好处哎，其实台湾人为了税金是蛮在意的。对，可以省很多钱。对，为什么？对。哦，对啊，这一代的马力它是几匹？204匹。它扭力？30.6公斤。我靠，你在考人家啊。对，现在在考试。我刚刚也有看的，我看他没有说错，真的真的。对，我刚刚稍微瞄一下，1.5做到206，204匹，这样很多嘞。对。Focus 才做多少？180几而已。多少？你不要拿你的烂 Golf 出来比。这是应该是你上第一颗吧的轻油电嘛？对啊，轻油电。轻油电，轻油电。因为之前我记得是有纯电的。因为我们家有一台叶子，对，它像那种就是纯电的。对，哦，这一颗算第一次嘛，第一颗。那涡轮。对，这一台有带涡轮。对啊，一定有涡轮，没有涡轮没办法。就总共没办法到204匹。对，像一些车，可能就104匹而已。哪一台车？这样，哪一台？我没讲啊，你自己想就好了。观众很聪明，都知道。对。像它这颗就是跟我们家的 Ultima 一样，就也是 VC Turbo。嗯。它的。ACC 应该也是靠这个车标下去的，然后下面是我们的环境那个镜头。嗯，讲那么多，试一下都知道了，开起来到底是怎样啊？试驾一样是用这一个规格啊？对，最顶规的规格。最顶规。嗯，好，我们然后就试驾看看。好。Yeah。Ultra Dash S 3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，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你看，哎，钥匙长这样。蛮好看的，跟你以前有点不一样啊。对，以前好像都是这样一颗子弹型的。背面看，背面你
还是不要看了，也没什么、啊。好，会剪掉。好, 好，可以了哦。然后出发咯。它的跟车是多少到多少？它32以上，它可以做设定，0到144都可以跟。然后它可以跟到零嘛？对。我看我怠速器，我个人是不喜欢怠速器，我把它关掉，因为算比较新的，对，功能比较多，所以我再研究一下。这个是胎压，这个是主画面。然后你打下方向灯，它就会有声音，对，这种声音。哦。听到哈，你有录到咚咚，试一下我都好。它重踩一下。哦，有了。有了。锁住。他刚刚有刹车，可是我还是会怕，我会踩的。他踩的比较慢是吗？对，我要踩他也踩，他比我先踩一点点。哦，这是哦，所以他这个也有快快播键。对，快播键，我试一下 Sport 的模式，我稍微踩一下，哎，不差不多。哦，有一点小贴，小贴，对，因为你要大贴，可能就闯红灯了，记三点。那加速的感觉还不错，嗯，不会跟他做多等下拱拱啊那个，他反正还不错。哎，这个坡完全没有感觉，就冲上来了，如履平地。它的底盘还算不错，不会太软，你会觉得会晃吗？不会，不太会，不太会啊。尤其是你回转，回转的时候还不错，隔音应该也进步了蛮多的，是吧？隔音，我现在打开了，听到外面的声音，车的声音。转起来就截断了，方向盘的质感还不错，摸起来悠悠，真皮。然后基本上你的手要握在方向盘上面，你不能装皮套。哦，对，装皮套它就会感应不到手的温度。啊，会怎样吗？因为它有那个啊，车道至中啊。哦，所以这样它就功能都能多用。所以它不能戴套子。对，不能戴。对，就要拔掉。它这个也是有平把的，对啊。刚好我们家试一下倒车的环境，嗯，画质还不错哎。对啊，它这个会转弯的，有看到？对，有。对对对。啊，这边你看，这边也会。有哎。哦。你看呢、啊？这打档是这样，它是这样，就往下，然后往前，这样摇一摇。哦，它 S 是再拨一下。再下 S。嗯。对啊。嘿、hey, ，好了，好，吃完了。其实这个方向盘还蛮轻的，它不会很重。因为我之前开过有些，比如说像这个，像那种电子辅助的，有些会觉得开起来它真的有一种那种段落，这样一段就这样一段的，像我这样转在空空空空那种，很像机械那种感觉。对，不会讲的，就感觉很奇怪。那、啊、这台会吗？就没感觉，蛮好开的。不要讲太多，那老板没得讲。不知道要讲什么，要讲这句吗？对，被你发现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熄火。像我们保固的部分，这一台车它是八大系统八年不限里程的保固。那除了上面这六大系统，它还多加了两个，一个是涡轮，一个是涡轮冷却器，这八大系统。那延长这八大系统之外呢，我们还会有两个义务一定要做到哦。第一个就是每半年或一万公里一定要记得回来我们保养厂原厂保养，那一定要使用我们原厂的油品跟零件。那最重要一点是我们每一年都要定期回我们里上做投保保险的部分。保险一定要投跟你们投保，那我自己投保可以吗？也可以，但是比如说我假设我的家人在做保险公司，这样可以他自己投保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但是你的强制险、加任意险1000元以上一定要留到你上的原厂，其他的你可以给家人投保是没问题的。嗯，就是至少要保留这一个项目，才会延长到八年不限里程，不然只会有3年10万公里。了解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试车回来了。对，耶、yeah.。我觉得试车结论是，我觉得是蛮好拍的。好，第一，觉得马力真的提升不错。以前这种马力可能要那种2.5以上才有这种马力，现在不用了，1.5就有这种马力，我觉得不错。变气我开起来或许是新的还是怎样，我不知道，还是有改善很多。可是开起来就比较跟你讲比较以前跟船一样，因为上一代机开起来就是比较会那种摇晃的感觉会比较大，稍微多一点点。对对啊，这个就改进了蛮多的。对啊，在隔音的也蛮进步的。你坐起来的感觉呢？
我觉得他沙那个先生蛮多的。可是你上不是本来就是卖沙发的？对啊，对，他的椅子真的对了，他本来就很好坐，这不用讲了，这不用讲。好，我们今天选购的车也是刚好跟这一台是同等级的，嗯，好，122.9万，没错，就因为好刚好这一个月购车是不是有送这个空气套件？所以我们是选跟这台一模一样的。记得如果要买你上的话，记得找我们身边这位美女静怡。耶，你要自我介绍一下。哦，好。对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你上汽车新店展示中心的黄静怡。如果说有买车需求的话，都要记得来找我哦。你也可以有问题都可以问他。对啊，我等一下会索取他的 IG。哦，方便吗 ？FB 有啊 ，FB 在这。啊，要 FB， 我们要投有用的啦。好，脸书上来了，那一人投一个啊。你要什么？就是，可不可以请你拍一个，就是三连拍的概念。三连拍吗？5678123456789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好棒好棒，耶、yeah ！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耶、yeah ！ Yeah！你今天你看到这台车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你会不会太浮仰角？不会，这样拍你很瘦。我个人觉得嘛，个人觉得，我觉得车头还蛮霸气的。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车都有一个设计上的通病嘛。怎样？就是头跟我有点搭不起来。你看它的头很霸气，对不对？很多镀铬，然后你到后面来看，后面就是 Kicks 啊。我觉得整体的那个设计语汇就没有像前面那么丰富，你看它就是一个很平面，然后也没有什么镀铬的装饰，然后就是一个 logo， 然后字，然后尾灯我觉得这个面积偏细了，就是相对于车头来讲，它就没有那么霸气。我自己觉得啊，我在路上看到是感觉是这样，我觉得，哎，我这样子讲坏话好像不对。不会啊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因为刚刚我们不是出去试驾嘛，嗯，然后我坐在后座，我发现一个点。我觉得现在的车椅垫都偏短，你看我身高其实才166，嗯，然后我的腿又身体的比例是5:5嘛，确定这么惨？所以你看它没有办法支撑到我的腿部的完整度，它大概就这么大。我觉得它如果再坐长一点会更好，嗯，会比较舒服了，但是还是一样，就是沙发蛮舒服的，方向盘蛮硬的。我觉得方向盘蛮没有到很有质感，普通，但他又说这是真皮的，对不对？其实质感有到，但是设计方面就是比较普通一点。然后这个平，你要说有平，其实也没有到特别平，小平啊。其实这边这个粗度跟这个粗度不一样，你看这边，我手一样这个圈圈嘛，套进去，嗯，我的手这边是有空的，嗯，那我手这样过来，我手满了，哦，所以它其实这边比较细，然后往下这边变粗，其他基本上我觉得还不错啊。然后这个座椅的那个质感还不错，这花纹蛮特别的，适合立体感的话，我觉得很像很科技的那种感觉。哎，我突然想到，哎，叉吹一台122.9万，对啊，超贵了，这合理吗？不合理啊，不是国产。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在好奇，120万可以买 Golf 吧，一样的。对啊，120万买叉吹。哎，以前叉税才多少钱？不知道，问观众啊。反正观众会知道，对对对，答案。好，叉税基本上就是这样。Ultra Dash S 3，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，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